谢谢。那我想，你刚刚问的问题是最新的理想型是什么，对吧？就是最新版的理想型。就是你。最新版的，最新版的，最近的，最新版的。我好像理想型都一直是那个，就是。你一直在别人身上，或者漂亮那种比较官方。大家读过我写了而立的人举手。其实是这样。其实所有的理想型，我相信天底下啊，所有的男性朋友都是一样的。第一个是演员，对吗？因为我们对彼此都不熟悉，那么肯定第一项是演员。那第二项呢，可能会是他的性格，然后到最后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合拍。其实我觉得一直陪着我走过这么多岁月的你们，其实真的可能是我最终的理想型吧。这并不是开玩笑，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互相，就是有一个配合，有一个默契的。既然他们能够包容我，然后给予我鼓励，给予我支持，走这么久的话，我觉得这样的人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说不定以后也是。庄总后宫佳丽三千呐，这个姑娘太精彩了。你别喧宾夺主了啊！你说。满意吗？这个回答？希望就是。江，你开心就好。希望你能多穿一点衣服，然后多吃。我们不想看到你的脚纹。小心，记得穿秋裤。好。他们说不要穿单鞋。鞋穿好一点。